咁啊呢个啊，咁系讲咩咧？嗱，呢个讲英文，美国违约啊，United States 啊，breach 呢个 promise，咁啊翻译翻美国违约，咁啊就都冇问题咯。啊，咁点知讲呢个中国违约咧？即系借将 United States 啊换做 China 咧，就变咗中国信守承诺噶。咁啊，有时啲人话系大世界嘅问题，但唔理大家定世界啊，都唔系应该咁样翻译噶嘛。即系你 Google 嗰个翻译，即系成日都俾人发现咁嘅事。咁啊，究竟系你个程式个低能啦吓，定系你即系本身啲人喺度玩嘢咧吓？咁啊，呢个就老友记阿云纳凉分享佢出嚟嘅。咁啊，另外啦，再补充下。呢一單嚇，即係連回錯 China breaks promise 成中國首諾，專家話或大量假 data 污染 AI 啊！你以為 translate server error 得中國先有？依家 spread 喺 Google 咧。China breaks promise， 中國信守諾言，中國信守諾言。有啱噃，当中国话自己信守诺言，通常都已经 breaks the promise 嘅啦。U.S. breaks promise， 美国违约。紫微底，其他地方都系咁啊。赢咗啦！赢咗啦！赢咗啦！赢咗。不过 Google Translate 又点解会识咁分呢？唔通 AI 已经进化成 deep state？ 前线科技人员解释话 ，Google Translate 原理系放弃 grammar。纯粹用网上大量数据建立翻译模型。如果某一国家或者某种语言的传媒经常将 China breaks promise 译做中国信守诺言又摆上网，久而久之，大量假 data 就会污染 AI， 令 Google Translate 中伏啊！方宝桥又试下用错嘅 grammar 打少个 s， 反而又译翻啱。佢话 AI 学嘢要不断纠正，出错可能系喺网上闹错 information。Google Translate 出事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前年反送中有人打 ，So sad to see Hong Kong become China。啊，点知 so sad 变成被高兴啊？当时 Google 解释话 ，AI 有时会将负面嘢译错做正面嘢，啊咁难怪 Carrie Lam 会译成林嘉欣啦、啊。By the way， 你都系搞翻 AI， 咁右边提出修改建议，中国违背诺言，咁就得啦。